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天上星，最亮的一颗。你说你很想念我，想你啊，想，所以我想来带你一起走。巨星，我们来看看。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比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林峰来了，林峰来了，各位接着下来，给他们点到谁就模仿谁。林峰，哎呦，我们有准备的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火也温暖了我的心窝。刘文正可以吗你？好多道具，好多道具。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五百，五百来，五百，五百，五百。五百老师不止不太像，还有。你的大眼睛，亮亮闪烁，仿佛天上星。弄他，对，黑帽子一样。你，左边，你就像那，左边，你就像，哎，你就像，哎，喂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地沟粮啊，来，这个也会吗？什么会？林北龙甲你跳嘞，熊熊安尼作梗，甲林北做甲金丝丝，无简单呢。我虽然欢喜，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真心喜欢我。今天回到这里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总嫌爱做生意赚很多心太平，小钱买行李箱装行李，还有买吸尘器，日安完美天下无敌，全世界第一名。红天美，高歌一曲，因为我们是山东南高
此疯狂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高凌风高大哥。高大哥你好，宗宪你好，哎呀太开心了，今天呢，高大哥，一段时间，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听说你很想念我，想你呀，所以我想来带你一起走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高大哥，我跟你讲哦，兄弟如手足，对不对？女人如衣服，所以有这一句。外牛离心照，现场是我们的康康。康哥，康哥，哎呀，好累，太厉害了。刚看你表演这一段，哎 ，One Man Show， 哎，其实宪哥心里是感动的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就差一位高大哥，对对对，留我们在场永远中间留了一个位置是给他。你还敢讲？其实呢，高大哥就是宪哥害死的。喂，您严重了。当初啊，我们三大男高音的时候，高大哥因为那时候宝弟刚要入行嘛，高大哥坚持要宝弟来唱一个钟头，我们的节目才两个半钟头，他唱一个钟头，宪哥不答应，高大哥就还哭嘛，哭我就说难过了，宪哥说哎，过去安慰他，大哥，我说大哥啊，你不要那么伤心嘛，对对对，搞不好宝弟不是你亲生，这是什么安慰吧？结果宪哥就被撤梯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艺人呐，刚刚刚好聊到那个郭金发郭大哥，对对对对，人能够唱词在舞台上，生命中最大快意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跟小金姐，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角度。孩子才他那个时候才13、14岁，哇，很年轻。你让他这个时候上这舞台，他人生价值观各方面。整个就是会坏掉嘛。哦，对，像我们家，我一定要孩子长大成人，是是，然后他才可以。大哥，玩出来也没有比较好，也不一定。然后这个不好说。然后那个时候高大哥身体生病了，哦，那私底下跟我们讲他的病是重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如果有这个情况。就不要演，他说不行，一定要拼最后一把。人生最后一次在那个 TICC 表演，哇，那个这个幕后如果大家知道，一定很感动。我说大哥，你现在轮椅不要推出去了，不要啦。他跟阿吉大哥借的，阿吉啦，你会挂掉。我就最后生气跟他讲，他说宗宪，是我如果可以唱死在台上。那是多大的新闻！他这个时候还在想那些，就真的出去唱了。我就只好让他上去了。他们心里面的难过，只能放在心中了。当艺人，他有某一个层面里面是悲哀的，但是一定很有福报，对不对？长得跟鬼。他一样可以有艺人界的一个成绩，是啊，而且家庭幸福，还能娶到佳佩这么好的女人，然后女儿好可爱，女儿好可爱，儿子也很，那更大的幸福，儿子也很帅，儿子女儿跟康康一点都不像，恭喜恭喜，真的是很值得庆幸啊，一点都不像，反而长得像宝弟，喂，今天来到贵宝弟啊，我要给，对了，高大哥，哎，其实坦白讲，对。我从来没有模仿过高凌风，哎，这是第一次模仿。我以前都是凌风，你这个橡皮脸，你模仿谁？但是制作单位说要怀念他，我就想说好，没有问题，然后就来模仿，不是那么像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可以，真的吗？高大哥喊拳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剪刀石头布，好来，怎么玩？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我赢了，哎哎。不，你这不是石头吗？剪刀哦哦，好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哎，怎么又赢了？你不是剪刀吗？剪刀石头布。哎哎，所以每次跟他喊拳，我都喝死。因为他那时候的手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他有一阵子不是说模仿心灵法师啊，然后手变这样。对啊，结果喊拳，每次都我喝了。他都赢了，怎么样都赢。哎，这样也是石头，石头啊，肌肉有点萎缩了。哦，我们都不敢乱接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一个艺人，我们表演就是我们的天职。尿尿过啊？真的吗？因为他手没嘛。哦哦，他不会出剪刀夹出来。还在闹？喂喂，好了啦。这个
个希望大哥出钱，大哥天唱之灵，知道我们在怀念他。对啦，再次谢谢康康精彩的表演。OK， 不是高凌风特辑哦。谢谢高凌，还有其他剧情啊，那剧情允许。